柔。Hello， 我是尚武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三支比较可爱的21寸琴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我手上这一支是乌马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是联名款，就是跟台湾的插画家，合作的面包树系列。那我们三支都是21寸的，比较适合小朋友。然后中间这一把。这把是日本熊本熊，大家看熊本熊应该他还算蛮有名的，应该都知道他是谁。那他是纳鲁的琴款，那这款他也是21寸的琴，他的形状跟一般的乌克比较不一样，他是菠萝型的。对，那 有些人觉得菠萝型的抱起来手感也蛮舒服的，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。那再来是 Anunu 这个 U900 的联名系列，那这款的话它是彩琴的，所以它有四个颜色，是粉红色、黄色、绿色跟蓝色。然后这一把比较特别的是，你看它的侧背板，它不是木头的，它是塑胶的。所以如果家里小朋友比较暴力的话呢，其实这一把会比较适合，因为它比较耐摔，然后声音也比较特别一点。对，那如果说你喜欢有颜色的琴，然后又想要音质好一点的话，就还蛮推荐熊本熊这一把跟Anunu这两把琴。好，那今天圆柔会帮我们找几首比较可爱的曲子，然后来做音色试听给大家听，大家期待一下。好。